第九课，你儿子在哪儿工作？ Lesson 9. Where does your son work? 课本一。Text 1. 小猫在哪儿？小猫在那儿。小狗在哪儿？小狗在椅子下面。New words. 小猫在那儿，狗椅子下面。下课本二。Text 2. 你在哪儿工作？我在学校工作。你儿子在哪儿工作？我儿子在医院工作，他是医生。New words. 在哪儿工作？儿子医院医生。课文三。Text 3. 你爸爸在家吗？不在家。他在哪儿呢？他在医院。New word. 爸爸。听录音并跟读，注意声调的搭配。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i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ocation of tones.夏天，去年，跳舞，睡觉，电灯，电池，电影，电视，唱歌，复习，汉语汉字，健康，地图，地铁，见面。